咱们中国人常说嘛，无酒不成席，对吧？咱们一般来说，南北方这喝酒咱都懂，对吧？对，但是咱彝族朋友怎么喝酒，我们真不懂。这个罗老师，到您那儿喝酒咱怎么喝？我们那里是要大碗的喝酒，嗯，大块的吃肉啊，就是那样。我们就是说，有酒，嗯，有菜，才是过年嘛，才是过节。有酒有菜才是过节。我们还会那个拿着那个酒装在鼓里啊，我们就。打那个鼓，装在鼓里，对啊，装在鼓里，我们就一边的敲鼓，一边的喝酒。那个我们说彝家汉子身上流淌的那不是汗，那是酒。把这个酒放在鼓里面，是为了方便大家打鼓的时候喝酒吧？还是有什么别的寓意吗？鼓呢，在我们那里也是一种吉祥，嗯，又是一种乐器，嗯，他就把这个酒装在鼓里面，然后呢，你不断的。敲打在鼓外面的酒跟鼓里面刚倒出来的酒，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它鼓里面的这个酒的已经融入到我的这个感情，我的这个激情，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情怀都融入在里面啊，对，所以说那个酒香鼓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就是这样啊。那要是能见识到，哎，真是的，罗老师，您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准备这样的酒啊？有啊，我来，我去、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我来，好，来，这个鼓呢，这个鼓能敲响吗？能敲响啊。而且我站到旁边，我分明感受到这种震撼啊！就告诉我，谁敢动我的酒？李冰，你觉得罗罗老师这个有没有气魄？有啊！你刚刚已经拜了我们中帆的师傅了，太平谷的师傅了，要不要再拜一个我们彝族的罗罗老师？我这是我的荣幸啊！我太想学了，罗罗老师来学学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酒鼓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来。你打我喊啊！预备，开始！啊！太泄气了，这两下。我们美丽的彝族姑娘已经把这个酒碗拿上来，我们这样来分享一下这个酒鼓当中的彝族的美酒，好不好？好，行。哦，哇！你看，有好多。哇，好有气魄。彝族人真的是很豪爽，我现在已经闻到很浓郁的酒香。没错，唱一首歌。对，那你们好啊，大年可那年好，在那年啊，是在我身啊。那你们喝酒，大年醉，那年有福，那年顺啊，是在我身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觉得真好，特别特别的热情，热血的沸腾，它是一杯充满了感情的美酒，而且再加上大家的歌声，哇，太美了。刚刚我们的罗罗老师带领着我们众多的朋友们唱起酒歌，饮起美酒的时候，我们一下子真的是好像置身于我们彝族的世界当中啊，对对对，特别有这种民族的氛围。没错没错，真的是我们每一个民族其实都有他们的文化瑰宝，有他们值得传承的文化的精华。再次感谢我们的罗罗老师，感谢我们的彝族兄弟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，困难。